从那么烂泥子的烟水壶又真好过。拿点面来扔几个馒头来吃。那这个邻居打车我打不来哟。打不来怕学噻，走是吧嘞？转身打不来呀、啊。好过手。再来点酵母粉，再来点糖，少来滴点的毛木耳。捞起来的，这这压重点的，哎妈！也是这你没错，中午只打你个是。嗯，就是这嘞。包立川，你打鬼呀？没打完吗？加打噻。下棋呀，都噻，这个。还下棋？要不你来装馒头，我来打嘛。他用点温水和面，发得更快。我放手软了，慢点换了脚，不要换。妈的，这嘛才钱嘛，硬是。妈，你刚看这个看，你那泡芙都菜黑，你就吃不成。那软过来就等他发去，保鲜膜膜去。在这个温水头发更快一点，看个盖子。哎，牛山，那拿出温水一晒喽。看看发了油的了不？油，啊，把它拿出来。才买个少点面粉，那才不得粘。把那个面粉放出来再和一下，直接就下来搓成圆的就可以了。只要把这个馒头放在锅头二次发酵，这锅头是温热水，哎呦，这第二次又发大呀，还开火蒸汽。嗯，我们家馒头香了，看看也还是可以，愁是愁着嘛，将就吃嘛。妈不弄了，吃早饭来。哦，看这馒头好丑！我刚跟你说，当时我去买几个馒头回来，就省几个自己蒸。这馒头又没好大个肚子，再抓起搓起就行了。切把萝卜根儿吃，要不然没下馒头没得。抓哈抓哈，好倒出来。妈，你吃稀饭吃不吃红烧哦？要。多点儿吗？少点儿。多点儿不行。那我自己要，老婆儿在是不一样。吃馒头你要不要吃正大馒头？而且还你看你咬的还比较干。正大哥，我以为你把它包着，我整的馒头整的圆乎乎的。这馒头要是要的，就是臭我点儿。我晓得你馒头要做人就蛮好看的。哎呀，管他漂不漂亮，只要能吃就要做，这样不好吃的。不好看吗？还是就是找来吃？咋回事？你包中间包点干儿才来喝的哟。包啥玩意儿？我家鱼没是灰米，没搞了。没搞到馅儿个。看你那个吃相哟，那东西是将你那个潮汕，你做正的嘛你？手头不得空。啊，肚子嘛别留的远嘛。正因为就是小娃没在，随便捡出来。哦。